包装出来了，我们讲故事出来，我们就拿到很多。我刚看这几个，我哪几个？我在想，我刚才看的不是要看中文，啊，英文。所有的宣传最好的就是把钱花在会员身上。所以王品没有花任何的消费，他们的钱都是行销预算，大部分是砸在会员身上。做一寡提升的部分，嘿，伊老师的建议，我一寡建议啊，嘿，这是。你是要爆红还是要炒红？基本上就是，如果你要 YouTube 的成功，你会爆红。可是当你的品质没有到达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其实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没了。不是一样是六点，啊，那个情形就跟我们行程规划的价钱一样。